今天呢，家里没有杀鹅，工人休息一天，我跟小吉我们都休息一天。完了，现在是下午的是4:20，我要去接我小侄女了。明天不就周六周日了吗？她要上山上，非得上山上，5:30放学，我们俩现在过去。4:20，天这么黑哈？5:30，她放学的时候乌漆麻黑的，怎么不知道能不能瞅见她呢？4:30天就黑了，这就我们两户人家。这边是刘大爷家，这边是我们家。我们这天黑了也早，这一会儿瞅清瞅不清呀。你注意点啊，穿校服长得都一个样，晚上也不好瞅。刚刚去买了糖葫芦，我要一个山楂的，他买了一个山楂的，我要了一个橘子的，俩。好凉啊。走，往前走，放学了。瞅着点啊，我怕我瞅不见。瞅着点啊，姨，别瞅不见了。穿校服呗，哎，就各地了，估计是瞅不见呢。哎，瞅见了，瞅见了，瞅见了。上上上上上上上！刘大姨，我们今天测试了，你知道我考几分吗？考几分？100分。这么厉害！我给你看看，这是啥呀？咖啡，咖啡杯。哎，做的咖啡杯。这啥100分呀、啊，君涵？100分。哎呦，这哎，好厉害呀！哎，数学考了100分。我们已经到了。你干啥、啊，姐？买的菜，咸菜、干豆腐，行，还有面包。然后没空的时候吃一下。我抽。走，进屋。走。还有菜呢。做啥饭的时候？我炒个那个饺子鸡蛋，饺子西红柿鸡蛋。西红柿。看看，一个人整三个菜。一锅出了仨，是不是？鸡蛋、西红柿、饺子。炒鸡蛋。对。那咱俩在这吃吧。行。那吃还能打包了吗？我操，几点了？你这考几分吗？考几分？100分。哎呀，真棒！你干吗？我姨早早的把火炉都给烧上了，现在火墙可热乎了，能打通吗？很开心的，给妈妈打电话，考了100分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今天测试了，你知道我考几分吗？100分。真的假的呀？真的。行，收拾一下你，准备开始吃饭了。今天的菜很丰盛的，这个是西葫芦炒鸡蛋，还有西红柿，还有小咸菜，然后是干豆腐炒青椒，还有一个桔梗咸菜。主食呢有馒头和大米，这不是我小侄女来了吗？她一来，我们菜桌上就变丰富了。还有一个黄花鱼，你试试，挺好吃的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我拧不开，让你大大拧吧，大大拧，试试。你也拧不开。刚才称了一下，我穿俩棉裤88斤，他穿一个棉裤65斤，88减65，我们俩差了。差不多少了？23斤。好像你不吃馒头是不是，君涵？是不是？他不吃馒头，都是吃大米。今天吃完饭我们要回家了。然后小侄女就搁这儿了，她今天住到这儿。走了，拜拜。